你不要只看眼前，得慢慢积累的。但是你看不到这个，你就知道着急，那你说你是不是笨？师傅积累了一辈子也没挣什么大钱。哎，那你告诉你姐，赚多少钱叫大钱啊？你师傅啊，靠着自己的手艺，能养活一家人，然后把手艺传出去，让你们这些学到手艺的人也能养活家里人，不够吗？饭好了，吃饭吗？马爷，要一起吃饭吗？啊，阿南，哎，回来了。嗯，买了你爱吃的腊排骨。还想着阿南爱吃腊排骨。喝酒了？嗯，喝了点。弹得怎么样？还行。弹下来了。真的？嗯。哎呦！哦，对了，村子的东边，那有一大片露营地，什么采摘啊、垂钓啊、barbecue， 我北京朋友开的。嗯，亏钱了吧？只是还没有盈利。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娜娜一块儿过去玩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呀，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。你们看这孩子这手啊，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没干过粗活，多好！你看这病齐了，多紧呢，不漏财啊。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，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，说大洋是状元之才。果然现在很争气。哎，还有什么？爱情线也好哦，好好好。一看这孩子啊，就是有福的人。你这生意怎么样啊？拉车的比游客多，客人太少了，我不想干了，准备贷款买个车。买车？嗯，我表哥他们一家在昆明，我跟他打听好了，买个车我去跑专车，我老婆去做家政，得挣点钱，过两年把孩子接回去读书。那坨坨岂不是要和他阿爷还有阿奶在家啊？对啊，没办法，挣不着钱嘛。以后就会好起来的，那政府发展旅游。嗨，那谁说的准啊？师傅，我去上海了，你注意身体，不要总是发火。你血压高，也不肯去体检，生气的话可能会爆血管，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。你教我的手艺我不会丢掉的，等我赚钱了，好好孝敬你。你的好徒弟谢小夏。就三行，这要叫信呢？这个。喂，阿姨，是我。啊，我在马场这边呢。阿远他不在，应该是回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阿爸还说让他回乡下劳动改造一下，吃点苦，他就乖乖回来上学了。现在怎么还玩疯了呀？你们这放虎归山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做哥哥的，他不听话，你就打他。我打他？我要把他打伤了，你们不心疼啊？那你别拦着你阿奶，让你阿奶揍他。这事情啊，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啊。他要实在不想回去呢，我就先在大理这边啊，给他找个学生。啊，放心，没事啊。好，挂了。被阿贵婶拉去做壮丁了，他可能怕我跟大麦无聊，让我们去玩。啊，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过阵子，让宝平婶，嗯，带你们去仓库玩。仓库？什么地方？就是他上班的地方，电商仓库。你玩过打包吗？不玩。干活的事别叫我啊。行。吃的时候找你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那这个鸡肉做的特别嫩，特别香。你不去上学，真打算在老家养马啊？
我都想好了，等我明年成年之后，让宝平婶给我介绍个女朋友，然后呢，我和她谈几年，等我到了能结婚的时候，就和她结婚。这样的话，阿南也能提早帮着重孙。嗯，生了以后呢，继续帮你养马。生了以后送到昆明让爸养，这样他闲下来有事儿干，一举两得。托托，是你呀？啊，又见面了，我们这是你朋友啊？对，他叫虎子。虎子你好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，我还不知道他是谁。我叫许红豆，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。你不是阿姨，你是姐姐。跟你妈妈是一辈的，应该叫阿姨。阿妈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。快看，她还在转圈。师傅，我就是想去上海玩两天，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。我听上海的朋友说，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。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，我就想去看一看。也不一定行。师傅，您别生气。你是新来的该？嗯，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马爷，你不用叫他，白天他都听不见。啊，新来的，有几句话呢，我要跟你交代一下，嘎。嗯。这个院子的卫生呢，归我负责。你们垃圾不要乱丢，也不能放在门口。统一的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，有个垃圾桶，该看见，放在那里。嗯，还有，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搞，我不会负责的。该听见了。好好。怎么感觉绕了一圈啊？你不是过来玩了吗？带你逛逛。啊。哎，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？啊，嗯，休息一天没事。你在躲债吗？你挺会聊天的哈。大家都这么说。喜欢李老师哈？喜欢啊，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。怎么样，娶回来？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，根本没瞧上我啊。怎么没瞧上？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微信留下了呢，你得主动点儿，就当交个朋友嘛。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。嗯，挺好，挺好。谢主任，过来。给姐姐道歉。对不起。认真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姐，你别按他，没事，我原谅他了。啊，嗯，那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。对不起啊。你别打他啊。我没打他。没了。小雅又怎么了？他师傅骂了半天了，嫌他不务正业。你看看，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哎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年手艺，你厉害了，你长本事了，你能了，你有时间就在那耍了是吧？我搞点创作。就你这手艺还创作？第一次骑马，啊，对。放心，小可爱很温顺的。之前啊，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，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。啊，他叫小可爱啊。嗯，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，很可爱。谢谢哈。别客气。这踩到牛粪啊，是吉兆，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。丽萨，你接待一下这位客人，祝您用餐愉快。好，谢谢。您是哪个房间？328。好，您这边请啊。Helen， 女士，您没受伤吧？没事没事，小心啊，别踩到碎玻璃。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最近腰酸背痛的。你明天就做胃镜了，能吃东西吗？能，十点以后进食进水。想吃什么？披萨。行。
哎，你是不是瘦了？明显吗？哦，你在减肥啊？没，上周出差闹的。等我一下。喂，阿姨。啊。名字吗？他叫小白。小白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老师好，辛苦了。我们是有点小倔。大胆点。大胆试试啊！吃完我们就要走两步啊。最后一个。这款做的是拿铁。拿铁。能喝吗？培训了多久？都看。是不是从好几天吧？然后学了手冲，学了特调，特调学了什么？玫瑰普洱、桂花椰奶冻、梅子露。感觉现在也很我要做一个我们戏当中会用到的啊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一款咖啡。不错嘛，你是拉花。那让我试，你跟我说着点啊。那拉高，然后收。行，这是套劈叉了，是的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我太难了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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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